东野圭吾已有多部小说改编为舞台剧，继《黎明之街》《新参者》《虚无的十字架》后，第31回江户川乱步奖作品东野圭吾成名小说《放学后》首度舞台化，日前角色版海报《青春的底色》首曝光。《放学后》是东野圭吾早期本格推理的代表作品，因为《放学后》的成功，东野圭吾辞去工作，走上职业写作道路。他的写作之路是从这本小说开始。黑帆娱乐实时报道。